11日观赛指南，短道女子千米三人冲金，五大竞卫冕。2月11日，2022年北京冬奥会第七个比赛日，将产生七枚金牌。短道速滑女子1000米三人冲金，五大竞开启卫冕之旅，钢架雪车严文港，殷正冲击奖牌，意图速揽2月11日北京冬奥会赛程日历。